Hello， 我是易阳，这是最新出的一款康慧假水胶，可以说是不会做假水的宝宝的福音哦。今天就来试试效果吧。这个胶水倒出来的感觉就像是水，看起来也不是很透，加一些红色色素和珠光粉搅拌均匀。因为我想看看这个胶水做泥最真实的手感是什么，所以没有再加其他材料了。加入小怡宝的口水搅拌成型，成型之后特别像沙皮胶，水嘟嘟滑溜溜的，非常软，还有一点像冰凉贴做出来的假水，果然跟普通的液体胶做出来的泥很不一样。有没有觉得这个质感和我们买的那种沙皮胶很像？这一小瓶就是买的假水了，倒出来也是水水的，软软的，玩起来的手感非常舒服。宝宝们想玩这种质地的泥，终于可以自己做啦。你们玩过这种假水胶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